台电梯的，还在，还有在台电梯的哈。不要关，关关就这样就好。就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德胜团队的伙伴们，晚上好。好。我是小兵老师。今天呢，受双钻总裁西西的特别的接受了他的一个特别的任务，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这场与钻石面对面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啊。那个只有杰斯人有这样的精神，全天我们今天啊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相当于我们今天是三步并作两步走，这个我觉得不是偶然，这就是杰斯的速度。我们本来是三个半天的活动，我们就今天全部完成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是热血沸腾的，是心潮澎湃的，是所有的能量都是满满的。所以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还在电梯里等啊，然后我们的双钻总裁蒋老师早早的就坐在这儿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先给我们的钻石们一个感谢的掌声好吗？我们今天啊，我不知道我们团队有没有幸运者获得了任何的大奖，没有，但是我们今天收获有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钻石。 No，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新的名字，就叫 Jonathan， 记得吗？那只会飞的鸟。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只由不会飞到会飞的 Jonathan， 这个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了速度，在台风的压力下，这个就是趋势啊，在台风的压力下，我们在两天的行程并作一天，所以我们杰斯的速度也要三步并作两步走，这个就是我们杰斯的速度。Yes。 第三个，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给自己一个口号，我们是想碌碌无为的活，还是我们要让生命去绽放，就是我们英文的 survive or thrive。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真的特别好。我想我们今天在将近11点钟的时间了，聚集在这里，就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生命的绽放，都希望来这里感受我们成功者的气息，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向他们学习经验。所以我在各位这个钻石开场之前，我想首先我们所有的CC 团队的所有的成员们，特别现在为我们远方的在美国的西西总裁送去最热烈的祝福和掌声，因为他为了安排这次事情，好几天前就一遍一遍的给我们信息去交流。尽管他不在我们的身边，可是他的心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喊一声西西，我们爱你，西西我爱你。谢谢。那我们因为时间非常的珍贵，我就把我们的最重量的第一位今天的这个钻石双钻总裁蒋老师介绍给大家。我想蒋老师在杰斯里面是家喻户晓，我对杰斯几乎所有的了解全是听蒋老师的这个所有的讲课开始的，所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双钻总裁蒋老师。我觉得今天还有好几位钻石，今天是大家星光满座啊，非常开心。那是不是钻石先分享一下？尤其我们有新科的贺新钻石啊，都在我前面。我是觉得我们尊重，让钻石们先每一个人各自讲个3-5分钟。每一个人都有他成功的经验，你们觉得我这样安排好不好？好。更重要的是，今天我是接受到 CC Weather 啊，你们最大的领导、最有爱的领导委托，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齐聚到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一点点成功的方法，对各位呢有帮助的方法，咱们接点地气，好不好？那。我非常感谢 CC Weller 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先请我们的新科钻石贺。